三星本身就一直都做台灣菜啦，在台灣人心目中呢，日本的飲食文化其實影響都很深的，所以今次我就跟老公呢在想呢，我們想做一些台日式的合裝啦。第一時間就想起 Nita， 我們都知道她是日本達人啦，飲食界的達人啦。我們今次的湯底呢個 difference 就我們加了個屁骨下去一起煲，我們以前呢就全湯來講就全部都是用牛筋骨啦，牛的背脊骨鮮甜一點，那個骨咧佔嗰個肉咧好大部分，可以攞嚟熬湯。那個 T 骨嗰度咧仲可以咧，一邊係西冷，一邊係牛柳咧，可以吻合到咧，用曬嚟做石燒牛扒咁樣嘅。咁我哋鋪頭咧本身咧冇做 T 骨呢樣嘢嘅，特登為咗依次同 Steven 咧去 crossover 咧，係攞依個美國安格斯嘅 T 骨咧嚟做依個 product 咯。